KPM，卖白菜呀、啊，卖白菜，一公斤二十块，卖白菜，谁要来买我的白菜呢？哎呀，今天穿西装卖白菜有一点独特，对不对？我们先谢谢刚才上一个时段的这个啊、呃、老师啊，还有主持人，呃，就是教了电脑课。那今天叫我来卖白菜是要教什么课呢？ 很奇怪哈，但是这白菜很香，据说包饺子特别的好吃。那在进入我们的课文之前呢，先来看看今天是哪一位老师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看一下。 今天很高兴啊，有我的老乡的老师哈、啊，霹雳州的张妙妮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课文。欢迎张老师。好，丽婷你好，<是>大家好，各位。张老师来自霹雳州巴里文达的吉辇国民星。呃国华文中学，华、呃、文中学啊，我们现在都叫华中哈。啊、对，老师教课教了多少年呢、啊？十四年了，哇，经验十分的丰富哈、啊。不敢當。那老师今天一开场叫我卖白菜，是怎么一回事呢？跟今天课文什么关系呢？对呢，今天呢，我们的课文。 的这个作者，他也曾经呢，在他童年时候呢，卖过白菜的啊。对，可以想象到一个小说家，可是以前呢是卖白菜的。哦，哦哦、是这个卖白菜，知道呢？嗯，哎，就是到市集去过生活，嗯、看起来好像家境对对是很好、哦。对的，好，先卖一个关子哈。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老师来跟我们啊，像往常一样消毒我们的双手。好的。 OK，来，因为这个是呃，我们就这个疫情啊，据说今天又飙升到两万二千多宗哈，<laughs> <的>所以这个防疫的动作不能少，嗯、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哈。嗯对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想啊、呃，知道一下今天六位跟我们一起上课的同学来自哪里，是老师的学生对,对<吧>都是我的学生。好，来看一看这六位学生，Hello，你们好。 好，我们要请呃同学一个一个来自我介绍好了，因为我手上呢，呃虽然有名单，但是对同学的了解不深啊。我们要以呃同学自己举手对吧？嗯，好，来，坐到台自己来自我介绍吧。好，啊，来谁来开始都可以的，啊、以的打头阵的是谁呀、啊？嗯，来，就开始吧，<好>还是要我点吧？好。好 好，子欣。好，我叫徐子欣，来自今年华中，今年中午。嗯，哦，子欣可能是从事烹饪的方面去发展。嗯，好的，老师有口福了。好的，下一位，嗯，哪一位同学？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徐满堂，来自今年华中，今年中午。呃，别过我想从事美食行业。哦，也是美食，哎呀，老师要减肥好的，下一位吧，嗯。 呃，老师好，主持人好，我是陈奕秋，来自今年华中，今年就读中五，呃，毕业过后我想从事电子行业。哦，好的，电子行业，以后<的>什么电子相关知识要问他了。啊、哦，对了，嗯，是再来哪一位同学啊？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黄嘉玲，今年中五，来自今年华中，我以后想当的职业是主持人。 哦，你好，你好，我们未来的接班人。好的。再来哪一位同学？大家好，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我叫林欣荣，来自今年华中今年中午，我以后想要从事的行业是艺术跟演艺。哦，也是，期待期待。对，好的。最后一位同学是，就子义主持人好，子义开始哦。 我的心，我向往，我要做的我的梦想是做电脑设计师。哦，很好，是、啊、好，那这位同学都自我介绍过了哈、嗯。好的，那我们这里呢要稍微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老师马上就要开讲他今天跟卖白菜有关的这一堂课了，所以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嗯、D D T V K P M。 KPM。TV, 说到今天这篇呃散文或者短篇吧，我们叫那个名字叫做《卖白菜》哈、哦，呃，据说是作者本身的亲身经历，跟他童年时的一些回忆和事件有关。那现场我们有张妙妮老师，妙妮老师好像呃本身读了真的是感慨万千哈，哦、对<的>据说老师、嗯、呃第一次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还就泪泪满眶，的是。 那我不知道同学已经先读过这这篇文章了吗、嗯？对，同学们也读过了。是、嗯、我们听听同学、嗯、呃对这篇文章的那个初步的印象到底是什么哈？哪位、嗯、同学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卖白菜》这篇里面读了之后的感觉是怎么样啊？是哪位同学？好像好像满堂是吗？满堂也读了对吧？嗯。好吧，满堂你来帮我们回答。满堂你来回答吧，来分享，来跟我们分享。 在《麦白》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是一个坚强又慈祥的人。我相信每个人的母亲都是一样的。虽然有些母亲比较严格，而且就算再严格的母亲，也会像五形天使一样保护着我们，陪伴在我们身旁，鼓励我们。然后，我也觉得母亲是一个伟大而平凡的一个人，也是最无私、最值得我们相信的一个。希望我们在日子里，希望我们在未来日子里过得好的。最后，我也觉得我们应该向小说中的作者母亲学习，父母也要做好榜样，引导孩子，就像作者被他母亲影响一样。 好，看来是一个十分严厉，但是又十分慈爱的母亲哈。还有哪一位同学想要分享对于这篇文章读过之后的感受？是，请直接举手。啊，子欣啊，子欣，子欣要回答。好的，就是其实我本身有呃，对那些网麦之类的事情嘛。麦克风要要靠近一点，不好意思，靠近一点，子欣，是子欣。嗯，好，哎，不够清楚、嗯。对对对对，好的。 好，您、啊、说，您说，就是我，我本身就是有经营网卖这一种类型的兼职，哇哦，啊，对、就、兼、是嗯啊、职，嗯、然后顾客他们有些会选择想要找我们好像包邮、免邮之类的东西，然后或者希望早一点到货、啊，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他们所要的需求，可是我还是很有耐心的去应付他们，就是告诉他们呐、啊，嗯、就是好像。 故事里面的母亲这样很有耐心的去应付那些比较挑剔的顾客。嗯、<laughs> 对，子欣也深感同身受啊，因为他也像这个莫言一样有兼职的经验、啊。是，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分享好了，哪位同哪位同学？好，你说、哦。呃，我读完这篇文章，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就例如年年年夜饭。 嗯，我吃的年夜饭虽然很平凡，就是火锅，但是不像作者一样不能吃到白菜馅的饺子，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然后虽然白菜不是火锅的主角，但是对作者就不一样，白菜是饺子的主角，所以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事物。嗯，哦，好，那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啊，对这个故事啊有一些没读过的，我们就请张老师来。嗯 呃，简述一下这故事内容到底是什么？是哪一位作家在写的、嗯、啊？就是莫言，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啊，我们两位的桌上呢都有这个小说嘛，就是这个我们的呃呃这篇小说的作者呢就是莫言啊。那<是>刚才也有呃、啊、立体派也是卖白菜的嘛，就像作者呢，他童年时候呢也曾经有经历过，就是啊在上学途中呢要帮他母亲呢、啊、拿买白菜去卖的这个经历啊啊，那他就。 呃，因为就是刚才子细讲的，有一些顾客呢就很挑剔啊，就剥搓这个白菜，把、啊、这个白菜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如果被拔掉这个白菜呢，啊，就会比较轻了一点嘛，就好像我们去菜市场买这个蒜蒜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剥掉那个皮，哦、对吗？就可以减轻。但是如果是买卖家的话，就是呃，会面对问题了嘛，那<是>所以他就生气的多算了这个老太太一毛钱，一毛钱而已。 啊！但是呢，就东窗事发了，就揭呃揭穿呃被退回了，这个白菜都被退回了啊，就被冻伤了，不可以吃了。坚强的母亲从来都没有哭，但是呢，却因为啊这个儿子呢多算了一毛钱呢。 而流泪了啊！为了儿子的不诚实而流泪了，是<的>那这个涉及诚信的问题，嗯、对不对？对对，所以我读的时候啊，就会想起了一些。有时候孩子们不诚信的时候呢，身为母亲，因为我们同样都为人母啊，嗯、都会对孩子呢有很大的期希望。如果孩子做了一点不诚实，我们真的就是很心痛。嗯、是。嗯、那老师今天学习重点会从哪几个方面出发呢？对，那就来看一看我的这个视频吧。 那最主要呢，我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我们要探讨的是贫苦中坚守诚信的可贵，哪怕是一毛钱啊，我们都要坚守诚信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小说《卖白菜》。那我们的学习重点呢，就有这三点啊。首先，老师会跟大家一起来解读这个小说，然后呢，就会。 通过小说里面的细节描写呢，还有情节里面的矛盾与冲突去剖析人物形象和性格，然后呢，最后呢就会进入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分析考题。好的，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啊介绍刚才的那个啊莫言啊，就是这一位啊我们的这个作者。OK，啊这个是来自网络的照片。 那莫言呢？他的原名是管莫业，他一九五五年呢是出生在山东高密市东北乡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农民家庭啊。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那他也获得了博士的学位，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第八届的副主席。好、啊，那呃莫言呢有非常多的著作啊啊，包括呢很出名的《红高粱》有拍成啊电影和电视剧。 然后呢，也获奖无数。那他最高的成就呢，就是他是中国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啊，就是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呢，要解读这一篇小说了。那我们可以通过呢几个环节来，呃，几个呃，就是几个方面去解读这个小说。好，首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这个小说的背景是。 作者的童年嘛，啊，所以呢，就是大概是在一九六七年的中国，那时候呢是将近年关的冬天啊。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是将近年关的冬天啊。那整个小说呢，啊，它的线索也非常的重要，OK，啊，那有没有同学可以告诉我、啊、这篇小说的线索是什么呢？贯穿整个小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啊，有同学来回答吗？老师，我来回答。好的，子欣，好。 他的线索是白菜。对，因为子欣哦，他兼职过嘛，他知道啊，<laughs> 就是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白菜，就是我们啊贯穿整个小说的线索。OK，那呃，除了这个线索之外呢，人物也很重要。OK，人物是小说的灵魂呐、啊。那我们这个小说的人物有哪三个呢？有没有同学来帮我们回答？老师我来回答。好的，满堂。 里面的人物有作者、母亲还有老太太。对，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三个啊，作者、母亲和老太太。所以这个从作者呃这个三个人物里面呢，就会带出了故事情节，然后从故事情节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小说的主题思想。因为呢，每一篇的文学作品呢的主题思想都是很重要的啊。最后呢，也别忘了，就是从作者的。 艺术写手法就是写作的手法呢啊、呃，我们更加能够了解到这个人物形象。那两个很重要的就是啊、呃，善用细节描写呢和巧设矛盾与冲突。好，接着呢，我们就来啊、呃，先看一看这一段啊。刚才我们提过，这个是呃莫言在呃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上的一个演讲啊，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我们就请一位同学来。 帮我们读一读，老师，我来回答。好的，一秋，啊，来帮我们读，嗯。我最后悔的、嗯、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卖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了，我就去读书，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流泪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对的。 谢谢满堂啊，谢谢忆秋啊，所以这一段好、啊、像很感人的话，就是他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所说的。因为呢，他很遗憾啊，这个在他成功的时候呢，母亲已经离开了啊，所以他把这件事呢，呃，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是他亲身的这个很经历啊。那我们就进入啊，这个小说的故事情节。 给、okay, 老师也为你们做了这个思路图啊，让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小说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啊。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我们啊讲解啊，稍微的讲解这个整个来龙去脉。有同学来，老师我来讲。好的，嘉玲。嗯，一开始是作者贫穷，所以决心把有这过年包饺子的白菜拿去卖。然后到集市的途中，白菜掉到地上，母亲就去把白菜捡起来。 到了集市，老太太的举动让作者很愤怒，所以多算了她一毛钱。结果没有想到白菜就被退了回来，母亲就流泪，然后感到失望。嗯，对了，所以最后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母亲的眼泪呢，让作者沉痛啊。他说呢，至今想起呢，他心中依然的沉痛。OK，所以从这个结局呢，就可以带出我们的主题思想。 很重要的主题思想是什么呢？有同学来给给我们解答吗？啊，说来回答。好的，信荣。就算在贫穷，也不能失去比金钱更重要的诚信。嗯，对了，啊，很重点就是在这里啊，诚信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我们的主题啊，贫困中呢还是要坚守诚信，诚信的可贵是比金钱更加重要的。好的，那其实啊，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呃，莫言呢，在二零一二年呢，他到瑞典去领取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奖项的时候啊，啊，他在这个呃华人华侨的欢迎宴会上，你看他们就是在吃饺子，OK？那他曾经也说过。 他小时候因为真的很穷啊，他很想当作家，就是因为听到人家说当了作家一日三餐都可以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啊。可见呢，他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生气？那个老太太多算啊，会多算他一毛钱，因为老太太又戳那个白菜，然后呢又让啊这个啊欺负这个白菜，所以他真的非常的生气啊。好的，哦，那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呃、啊、细节描写了。 OK，刚才我们说过，所以这个莫言呢，啊，小时候虽然是很贫困，但是他长大后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善于呢用细节描写来去突出人物的形象和性格，尤其是他自己深爱的母亲。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些细节怎样带出人物形象和性格啊。 比如说，这个小说里面有提到呢，当母亲就是太穷了，决定要卖掉白菜的时候呢，啊，他他这样子形容母亲掀起衣襟擦去我的泪水，然后呢，我附在母亲胸前委屈的抽泣着，然后呢，母亲又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我嗅到她衣襟上那股柔烂的白菜的气味。你看他这样子仔细的去描写母亲。OK，那这个母亲是什么形象呢？好，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回答。 老师，我来好的，子欣。嗯、这里显示出母亲是个慈爱的人。嗯，对的啊，慈爱啊，母亲很慈爱的形象。好的，接下来呢，呃、啊，作者就回忆起呢，他们啊，在一年三个季节里面啊，你看这个细节描写：撒种、健苗、除草、除抓虫、施肥、浇水、收获到晾晒啊，天天都是弄着这个上百棵的白菜。 每一片叶子都留下他们的手印，所以从中啊，又可以看到母亲怎样的形象呢？来，同学们来帮我们解答。老师，我来回答。好的，满堂。呃，这里展现母亲非常的勤奋。对，非常的勤奋。好的，再下来的一些细节啊啊,啊，这个细节呢，就是关于老太太的。OK，啊，你看怎样形容？风迎着她吹啊，身体摇摆，然后。 就就要刮起来了，使他站不住，然后手指又像枯柴一样，那是老太太怎样的形象呢？来，谁来回答？好，回答。好，嘉玲。 太太的形象是瘦弱的，嗯，对了，很瘦弱啊，像枯柴一样的手指。接下来呢，他看中的这个白菜又问价钱，然后嫌贵，然后又翻动那个白菜，又拽断它的根，然后戳这个白菜，又嫌它不紧。这么多个细节的描写，还撕光了这个菜帮子，然后看那个秤的时候呢，就脸几乎贴在这个秤杆上。所以老太太又是怎样的形象呢？ 来，谁来回答？我来回答。好的，啊，新容老太太是一个挑剔的人。啊，对了，很挑剔啊。OK，好，接下来你看啊，当决定要买买买了这个白菜的时候呢，老太太就从腰里摸出一个肮脏的手绢，层层揭开，露出一沓的纸票，然后呢，就将这个手指啊粘进这个嘴里，有了这个脱墨就容易数，就一张一张的这样子的数。 那又显示出老太太怎样的形象呢？哎，谁来回答？老师，我来回答。好的，子怡老师，我来回答。好，子怡，贫穷<窮>。啊，对，老太太非常的贫穷啊。OK，相信呢，大家通过这个细节描写啊，就已经可以看到了这个啊、呃、老太太母亲的这个形象啊性格。<是>对，所以就<是>嗯。 这个莫言呢，他写这个白菜卖白菜的这个过程啊，是讲说他上学之前，他需要去陪着妈妈一起到市集去卖白菜。对，那他其实这棵白菜本来是。 留着要在春节的时候吃饺子，对,对吧？对那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其实他们他在中国啊，就是当年过节的时候，因为跟我们马来西亚的文化不一样嘛，嗯、对他们我们,我们吃的年菜跟他们不一样。对对，呃，就算我们吃的年菜，也有时候是饭菜，有时候是火锅，是就换来换去。但是他们是穷到呢。 啊，我们包我们包饺子都是里面是有肉的馅料啊，或者是虾吧。是可是他们这穷到呢，没有大鱼大肉，就只是白菜而已啊。单单是,、啊、是这白菜的香味就足以让他觉得很馋，很所以他舍不得卖，对不对？嗯，他很想留给自己过年的时候，嗯、自家人一起来包饺子吃對對。你看他的这个细节描写的时候，他就非常突出了这个老太太啊，<是>因为你看这个。 他形容这个老太太的时候呢，虽然是说到老太太很挑剔，可是呢，他又埋下了伏笔。这个老太太是非常瘦弱、非常贫穷的，所以他穷，<对>太太、老太太也穷,也穷，对，大家都是非常贫穷是。所以，在他的字里行间，嗯、其实他虽然描述老太太比较负面的一面了，嗯、但他也凸显他为什么会这么的斤斤计较，对不对？对的，的因为他希望说他花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子上。嗯 <对>就是说，他买回去的东西是值得的，嗯、所以他会呃去挑说哪一颗白菜卷的最紧、嗯、啊，最新鲜。嗯、那如果不够新鲜，<的>他就要撕开，嗯、就给他称重的时候比较轻，啊对不用付那么多钱。是的，所以呢，在这边呢，这个细节描写里面也看出这个矛盾，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个矛盾与冲突，<是>就。 呃，其实冲突呢，意思就是内在和外在的矛盾，就是形成了冲突<是>啊。从这边呢，啊，作者莫言啊，也是非常的善用巧设这些矛盾与冲突呢，去凸显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是<的>啊。<對>那一篇小说和散文哈、哦，它好看的地方就是在冲突出现的时候哈。嗯嗯、所以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的>稍微回来呢，嗯、呃，张老师就要给我们讲解一下哈、哦，到底它冲突的地方，外在和内在的在哪里？不要走开。 d d TV KPM。d v KPM。欢迎回来。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莫言呐、啊，诺贝文学奖得主的这篇文章《卖白菜、哦》啊，是讲小时候非常贫苦的他陪着妈妈到市集去卖白菜，就遇到了一个老太太。 老太太本身也很穷哈，所以对白菜是诸多挑剔的。然后在给钱的时候呢，也显得很精打细算，就沾了他的唾液哈，一张一张钞票在算，生怕算错了，还警告这个莫言呐，小时候的莫言，叫他哎、欸，你帮我算这笔钱的时候不要算错，不要多算或者少算我哈，因为这钱呐对大家来讲都很重要嘛，尤其是以前贫困的中国社会。 那我不知道这故事接下来好像有一个冲突点啊，让它达到一个高潮。我们来问一下啊、呃，张老师好了，对<的>这冲突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挑剔老太太嘛，<是>人家都很伤心、很不情愿的去啊、呃、卖掉这个白菜，而且呢，途中呢还不小心呢让这个白菜掉到地上，心疼死了。嗯啊、对，其实呢。 呃，很可惜的，没有呃，没没能跟大家分析，可以吗？讲一讲，就是可以啊。其实莫言的母亲啊，她是裹小脚的、哦、啊，就是三寸金莲，穿上三寸金莲了，然后过后当然就拆掉了嘛，因为贫困。所以呢，他可想而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莫言帮母亲背这个白菜去卖的、嗯、啊，非常懂事孝顺的孩子啊。所以呢，当白菜掉到地上的时候，他母亲就赶快急忙的就。 垫着小脚，然后扎着这个肩膀啊，然后赶快又急忙呢，可是又要小心翼翼的把这个白白菜呢是这样子抱了起来的这种抱了起来，他用“抱”这个字去形容起来，所以多么的珍贵，对，多么的珍贵。但是看到这个老太太是怎样呢？就戳这个白菜，撕这个白菜，哎呀，我都不好意思示范了，因为也很心痛啊。所以啊，这个矛盾冲突就。 出现在这边了,了，而且那个时候是冬天，嗯、我们叫这冬天哈，<对><对>白菜如果照顾得不好的话，冻坏对啊，对对你想象这个白菜是放在我们冰箱结冰的地方，会有什么结果呢？啊，所以就是这个很心疼啊，所以这个啊，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啊，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啊啊、哦，但除了这个冲突之外呢，一开始就矛盾重重了，就是母亲啊。 他几经挣扎，因为一开始就有说到，因为很穷啊。为什么老师说我们中的感触呢？就是因为一开始小说就有说，母亲呢在找线头，然后掀开那个席炕啊，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家里找遍了全部呢，都找不到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所以几经挣扎，心里面的那个矛盾，所以最后才决定要卖掉这个白菜，眼睛湿漉漉的啊，但是没有哭，但是。 作者那时候他十二岁，是个啊汉子了，但是还哭，所以他反而就责怪孩子为什么动不动就哭。所以虽然那么贫困，但是母亲从来呢都不向贫困低头。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一开始的这个故事开头的矛盾。但是从这个矛盾里面，反而更加显现出母亲怎样的形象呢？啊，我们请同学来回回答。有哪位同学？老师，我来回答。嗯、啊，好的，子欣。 这里看到出，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对，母亲非常坚强。你看，呃，就算多贫困呢，都不会啊，就是流泪啊。好的，然后呢，在呃，这个是在站在母亲的立场，那站在我的立场呢，尽管他是非常的不舍得，OK，他就是哭了，他就就好像跟母亲，因为他是最小，母亲最小的儿子啊，母亲八个孩子里面最小的儿子，他就会说，不是说要说好了。 留着过年包饺子的嘛，就闹别扭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啊虽然是非常不舍得，但是呢，因为他非常理解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就妥协了。所以从这边的心理的矛盾，又可以看出啊我的怎样的形象呢？好，我们请那位同学来回答。到时候来回答。好的。好，我们谈。呃，作者非常的懂事。对他非常的。 懂事啊，好的，好，那所以呢，懂事的作者还不止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他就，呃，虽然要去上学，也帮母亲呢啊背这个白菜呢到这个集市去卖，但是途中、啊、我们说<对>他孝顺可行吗？在这里，对的，是的，他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顺>对的，是啊，所以呢，他孝顺的他呢就帮忙母亲啊，就算要去上学也要帮母亲，所以。 但是呢，因为当时候是冬天啊，刚才老师也提醒了，因为冬天，然后呢，可能就因为心不在焉，因为心里就是不舍得 <laughs> 啊，然后冻到啊，太冷了，这个冬天太冷了，所以连白菜掉下去他也不知道了，OK。但是母亲就急了，因为这个是他们呃就是要赚钱的工具了嘛，所以本来想要骂他的，可是呢，就看到他的手上原来呀、啊。 他的已经有一个溃烂的冻疮了，想看一下冷到呢，已经啊有一个冻疮，所以又于心不忍了，就温和的就只是说了他几句，没饭吃到哪去，对，没骂他，就只是就是我们有时候老人家就是口是心非说把饭吃到哪去了这样子的讲他而已。那从这边又可以看到母亲啊很矛盾的那种，想骂可是又骂不出来，虽然就真的呃很很气恼的孩子，但是又骂不出來啊。 好，这个母亲，呃，这种矛盾里面看到母亲怎样的这个性格或者是形象呢？来、啊，老师，我来回答。好的，一秋。从文中可以看出母亲对作者的慈爱。对啊，又再次的啊，显现了母亲的慈爱呀、啊。好，这个矛盾与冲突呢，还不止这些啊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潮了啊。OK，就是他们来到集市的时候，面对着这个。 很古怪啊，又很执拗，执拗就是不听劝告啊，然后又非常挑剔的老太太呢，她当然会生气啊。那前面我们也说过的，她这么真爱的这个呃白菜呢，所以就顶撞这个老太太。老太太也不甘示弱啊，她就会跟母亲告状说：“哎，这是你儿子吗？为什么这么没礼貌？”OK 啊，所以但是呢，在这个冲突里面呢，母亲她非常谅解，大家都是贫穷人。 就好言相劝，就是说啊，然后呢就很耐心，OK，然后呢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完成交易。刚才像子欣说的嘛，是不是？就是啊，那从这边呢又可以看到母亲怎样的形象呢？来，谁来回答？我是我来回答。好的，嘉玲。母亲，我是善良。嗯，对，母亲呢非常善良啊。好的啊，那就啊、呃，因为母亲呢她。 呃，偏头痛不会算账啊，算不了账。老太太更不说，更不用说，因为他们是用那个啊秤啊，以前的秤，所以不容易算啊。没有计算机的时候就是在就是拿在草地上算 <laughs> 啊，啊、呃、就就是莫啊、呃、这个小莫言啊算账，所以他就因为就想要报复泄愤了，所以就多算了一毛钱。OK，但是啊，老太太是不好惹的，她回去当然就是。 可能就是找人去算吧，所以这件事情呢，啊被揭穿了，OK，白菜呢就被退回了。就是其实他们认识的啊，老太太和这个母亲也认识的，所以他就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去想象吧。就是老太太气冲冲的把这个冻伤的小白菜的退回了啊，然后呢，母亲就很痛心的斥责儿子啊。 为什么那么不争气？所以因为他的诚信受到了质疑，就痛哭流泪。所以从这里可又可以看到啊，怎、呃、母亲怎样的形象呢？好，请一位同学回答。老师，我来回答。好的，欣荣，母亲是一个坚守诚信的人。对，刚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重点啊，母亲非常坚守诚信。好，那在在我的角度来说啊，他就是只是想要。 报复泄愤，他真的压根儿也没有想到，母亲把诚信呢看得比金钱更加的重要，而且是哭得眼睛红红，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母亲流泪，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的震撼的啊，也终生的难忘。所以从这里又可以这个这样的矛盾里面呢，又可以看到我怎样的形象呢？他心理上有一个变化哈、哦，有一种对设啊，<回>这个矛盾。好，来子毅。 我是我来回答。好的，子怡，你回、呃。会会会反省。对他，他会反省，所以他才会终身难忘，才会这种震撼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讲说他是自省悔过，他是会懂得自省悔过的一个人。OK，啊，所以呢，就从中呢就可以带出了我们的主题思想。OK，所以就看完了我们所有的，从刚才的细节描写到现在的。 矛盾冲突，那大家准备好了要这个回答我的问题吗？啊，一要分析考题了，对吗？大家都准备充足了哈。好的，那我们就先进入一个主题啊，一一个议题，OK，啊，这个就是从网络上截取的。 莫言的母亲啊，大家可以看到，<是>对母亲的照片，对,、就是、对这个母亲的照片。哦、那我已经截了，旁边其实是有一个莫言的、哦、啊，对，<是>大家也可以网，络在网络上看到，就是这么慈爱的一个母亲的形象。莫言说的没错吧？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母亲是非常慈爱的<是>啊，所以啊，大家看看这题要讲回答，描述，OK，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要描述。 啊，母亲笔下的，呃、啊，作者笔下母亲的形象，OK，啊，所以就是刚才我们所，刚才同学们已经回答的对吧？啊，我们请一位同学来稍微跟我们口述，啊，这个要讲回答呢？来，有同学要跟我们回答吗？老师，我来回答。好的，子欣。那有讲到母亲的第一种形象是坚强。 因为就他，就算在很贫穷的日子里，他还是能去维持生计，嗯，不向贫困低头。第二种形象是慈爱，因为他很温柔的去安慰因为白菜要被卖掉而哭泣的儿子，嗯。第三种是善良，他很有耐心的去应付，呃，老太去应付那个挑剔的老太太，嗯。第四种是坚守诚信。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但是她因为儿子，她都算老太太的一毛钱而哭泣了。嗯，对的，好的，谢谢子欣啊。所以刚才子欣都有用心听了。刚才我们其实都有分析过的母亲的形象，而且呢，这个是。 呃，我们说的作作者最敬爱的母亲啊，他写了这个小说啊，来赞扬他的母亲。OK，所以呢，同学们我们在回答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描述。所以我们有了这些细节，但是呢。 大家同学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形象，你一定要配合这一个描述。比如说，你说母亲是一个坚强的母亲，但是呢，我们解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也要解释到她何谓的坚强，坚强怎样的坚强，而且呢，我们要忠于原文啊，小说里面提到的我们才能够写。然后呢，我们也要就是。 呃描啊、呃、描述的正确的啊，OK 啊，比如说这个温柔的安慰要白菜要卖掉而哭泣的儿子嘛，所以这个是他慈爱的形象，OK 啊，再来就是面对这个挑剔老太太啊，显示出他非常的善良，还有就是啊就是坚强啊，但是呢却因为儿子多算一毛钱不诚实而流泪，所以这一个形象，所以呃、啊、同学们要特别的注意。 是，那老师，因为我没没考过这堂课哈，嗯、我想请教一下老师，通常，呃，我们面对这样的考题的时候，是描述母亲的形象，那这样的考题大概是多少分？我们应该要怎么作答才能取得满满的分数？嗯，所以呢，通常呢，我们就是要给三到四个要点，那这个四个要点就是最保险了。 OK，<是>最保险哦。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回答母亲非常坚强、慈爱、善良、坚守诚信，这样是没有分数的哦，一分都没有、啊。对，因为这边老师特别画出来了，要描述，描述要描述，哦、你就不不只是写而已，一定要描述出来，这样才显示你懂啊。如果你这样子随便猜，那呃，可能就是你猜对的呢啊，因为一般上母亲都是这样的形象嘛啊,啊，所以就一定要描述。同学们 <Okay. S 1> 一定要记得，哦，一定要描述。 啊，这个母亲的形象是，就是说你、嗯、你概括了一个母亲的形象的时候，嗯、你要把母亲在文中的细节写出来，对你一定要解释，啊、要要点到那个作者写的重点，对、哦，这样才可以取得分数。啊、嗯，我们再看下一题<好>是，嗯、那下一题呢，那老师会继续跟大家来讲解哈，嗯、就是呃跟哭有关的一些细节哈、哦，那个情景到底带出什么意思，然后同学们应该怎么样？ 去回答这样的一个考题，才能取得比较好的分数。所以先休息一下吧。d d TV KPM。d d TV KPM。今天张妙妮老师分享的这些课文呢、啊，就收录在中四、中五的华文文学当中啊，就是莫言所写的这《卖白菜》。 其实，在这个情节当中啊，有三次是描述了这个哭的情节。一个呢是当时候去呃取白菜的时候，莫言想到他可能没白菜可以吃了过节，那再来呢母亲安慰他，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去市集卖了白菜之后啊骗了老太太多一毛钱，最后他悔恨的啊就流下了眼泪哈。那这三次哭的这个感受都不太一样。我们把时间交给张老师啊，请老,、嗯、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那所以呢，这一个作者呢，在这个卖白菜里面，就三次的短这个这一个短篇的小说，就描写了三次哭的情景啊。那大家同同学们要注意看简述啊，简述这些情节，简述就好了，简单的讲解就好了。然后呢，还要再说明有关人物，他不跟你说这边是谁，要考你了，哪是谁呢？然后又什么形象啊？同学们来尝试回答，来，有谁来回答？ 老师，到时候我来回答。好的，满堂。呃，第一次哭呢，是因为作者要吃过年要吃饺子的愿望要破灭了，作者难过的哭了，这里显示了孩子气的形象。嗯。过母亲很温柔的安慰他，所以展现了母亲慈爱的形象。嗯。第二次哭呢，是因为作者不小心把白菜弄掉到水沟里，他担心白菜贬值，急得哭，急得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嗯、可见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嗯。可是母亲本来要骂他，可是已经不能再次体现了呃母亲慈爱的形象。 嗯，然后第三次哭呢，是因为作者多算老太太一毛钱，母亲为儿子的不诚实而流泪，显示了坚守诚信和维护自尊的形象呵呵。你看，好像都会背了，因为为什么呢？刚 <laughs> 才前面我们都已经说过了，<laughs> 都哈都可以倒背如流了，信见满堂了。<對>嗯，对了，所以你看啊，我们就是一定要简述这个三次哭啊，怎样的哭，难过的哭了，急的哭了，自责而哭就好了。 简述就好了。然后呢，什么人物？这个考我们的地方，我们这个小说就只有这三个人物，不可能是提到老太太的，对吧？啊，所以就一定只是作者和母亲。什么形象？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所以同学们是不是有很有把握了呢？啊，可以上考场了呢？啊，就这样子回答啊，简述。 啊，当然，同学们一定要用完整的句子来回答，OK？啊，那所以就是这个孩子气的形象啊，慈爱的形象，我们一直都提到了。刚才懂事哦，最后当然不要忘记了，就是坚守诚信啊，还有这个维护自尊，我们可以变动，就你你用的这个词汇啊，就看同学们怎样回答，只要有表达到呢就可以了哦。好的，啊，可以掌握了，啊。越来越顺了。我们再看下一题，好的，啊。 《卖白菜》一文中呢，我和太太冲突，看到吗？老太太的冲突反映出个人的什么性格特质呢？来，有谁来回答？老师，我来回答。好的。好，一千。从第一开，从一开始，因为老老太太嫌白菜贵，呃，又显得白菜卷的不紧。啊、哦，对。然后。嗯。然后。 作者就顶撞，顶撞他，再紧就变成石头了。嗯、啊，对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那从这边呢，啊，就可以看到啊，我啊，这个老太太怎样的这个呃、啊、性格呢？来，哦，斤斤斤计较。啊，对的。然后很挑剔。对，很挑剔啊。OK，啊，很自私，对嘛？然后我呢，我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很冲动跟急躁。啊，对了，所以但在这边呢，还有一个人物啊，是谁呢？啊，母亲。对，母亲是怎样的性格特质呢？性格温和。对他，他啊，平息了这个冲突嘛。OK，大家就越来越熟悉了。我们再看下一题。好的，下一题。好，作者如何通过卖白菜这件事啊，去描述贫困逼人的社会现象呢？ 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回答来，第一次，家里<人>是母亲找。亲嗯，找找了整个家，找不到什么值钱的。第八、嗯，有在过年包饺子，白菜卖了、嗯、第二个是作者上学的时候会帮母亲背白菜去卖，结果白菜掉到那个水沟，母亲怕白菜贬值，所以就去水沟里把白菜捡起来。嗯。第三个是母亲讲了白菜的价格。 然后老太太从手绢里一张张的数着，然后母亲接过过后呢，也是一张张的数着，看得出那时候呢，钱票的重要性。第四个是老太太怕自己吃亏，然后嫌那个白菜的价钱贵，撕扯那个菜梆子来点清白菜的价格。嗯，听了非常感动，同学们都可以上考场了，回答啊，解答的非常好啊，这个都有点到，就是要呃呃。呃 都有抠着这个题目了来回答，就是我们不能够呃，就是离题嘛，一定要配合这个题目来回答，都是在描述这个贫困的社会现象。好的啊，所以就是从这个，你看白菜就是他们家里唯一珍贵的食材，就是体现了这个穷困逼人啊。再来，他去去食这个白菜的时候，怕白菜贬值，就是白菜的重要性就是。 带出了他们非常穷，再来这个孤寡老太太也是一样的啊，撕扯那个白菜减轻重量，就是为了要省钱。再来就是啊，数钞票显示这个钱的重要性。再来我们再看啊，有时候呢这个题目它也会分成 A、B 啊，同学们就照着回答就好了。刚才买白菜的经过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吧，对吧？就是卷得不紧啊，嫌贵啊这些，同学们就不要漏掉啊啊。 这个重点在这里了。B 的刻画老太太的目的是什么呢？来，我们请同学来回答。老师，我来回答。好的，兴荣。衬托母亲的善良，反映当时极度贫穷、嗯。对，衬托母亲的善良啊，对比老太太的母亲是非常善良的啊。刚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题思想，别忘记啊，都是会牵扯到我们的带出这个主题啊，这个。 极度贫困的这个社会，就跟我们上一题的那个贫困逼人的这个社会现象是一样的，对吧？OK，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题啊。母亲让我终身难忘的声音里啊，包含了他哪些？OK，哪些就是不止一个啊啊、呃、的复杂的情感？OK 啊，那还有就是我为什么会终身难忘母亲的眼泪？来，我们请同学来回答。嗯。 哎，谁来回答？是我来回答。好的，来子怡。A 是恨铁不成钢，嗯、还有悲伤，还有希望孩子吸收这次的教训。B，嗯，B 对的，<者>啊、第一次看到母亲流眼泪。B，、嗯、还有一个是呃警觉，呃诚信、呃、比金钱更加重要。对啊，他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所以就醒悟到啊，他带又是同样的带出主题思想。嗯，是。 所以其实老师今天带出这一篇文章跟大家来分享啊，也一定是有一个很深刻的那个感受，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请老师总结一下、嗯。嗯，对，其实真的看大家看到，相信呢大家都感同身受这个莫言的这个苦啊。但是呢，呃，我看到另外一个他在这个诺贝尔呃这个颁奖典礼上呢，也带出了一个很有呃意思的一段话，想跟大家一起共勉之的。知道 文学和科学相比，的确没什么用处，但文学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教育也如此，所谓的分数、学历，甚至知识，都不是教育本质。教育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是，那老师，我看到您呃在桌上哈、啊、也摆了很多莫言的书，我知道他大概写了二十六本的这些散文啊、剧<对>本啊、长短篇小说。老师把他们带来现场的意义是什么呀？我当然就是希望同学们可以就是去延伸阅读嘛，嗯、啊，对，然后呢也希望啊、呃、同学们呢能够呃深爱这个文学。 读文学呢，不只是我们考试的工具，对，也可以说我们人生伴侣。OK，书本就是我们人生的伴侣。希望同学们可以继续的读啊、呃，阅读。<是>阅读不一定为了应考，不一定为了分数，不一定为了知识，是就是纯粹。就算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呢，啊，那个灵魂，这个是他呃，我们在阅读呢，就是可以。 呃，洗涤对,對啊，洗涤我们的心灵的。是，像莫言的《生死疲劳》啊，他的《丰乳肥臀》啊，嗯《红高粱》这些书啊，都是能在我们比如说生活上遇到一种各种的困难的时候，可能成为一个借鉴的。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张老师到现场来跟我们呃分享了这一篇这么动人的文章，也谢谢六位同学的参与。希望说呃大家有机会呢也试一下。 自己去买书，呃，去鉴赏，然后呢，希望说这些书也能给你们人生丰富的滋养哈。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同学们。